竹山正立幼儿园为了让学童们多元学习帮助成长，都会安排各式课程来带领他们学习。而近期天气逐渐炎热，独角仙更是频繁出没，因此园方也邀请台大实验林管理处研究员前来进行一堂生态教育课程。现在的时节就是我们独角仙活动的日期，那我们特别请上我们台大实验林的研究人员到现场来为我们小朋友解说，让小朋友了解这个独角仙的生态，那也叫他们学习分辨公跟母，那最主要是叫他们也要爱护小动物啊，达到我们教学的目的。在课程中，台大实验林管理处研究员也带领学童们近距离接触独角仙，了解他们的生长情况与习性。而虽然刚开始孩子们尖叫声连连，但慢慢接触后也了解到独角仙可爱之处，纷纷喜爱上独角仙。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针对独角仙的一个简单的外部的形态，还有它一般的生活习性来跟小朋友做介绍。那我们在介绍的过程呢，除了让小朋友可以近距离的观察，那我们就是在小朋友介绍完之后呢，我们一样把这些昆虫在原地放回哈，那就是给小朋友就是做一个良好的生态的教育。我今天来看独角仙，我觉得很好玩，因为可以看到独角仙，我又觉得它很像蟑螂，因为它背面它的后面很像蟑螂，而且它真的很好玩，而且一点也不可怕，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仙芋园友好也肯定课程规划的用心，并期许每位孩子除了能从中认识自然生态外，也能够培养兴趣专长，帮助日后发展。因为其实在竹山鹿谷这个区块，其实是非常有丰富的生态资源，那包括独角仙以及包括许多的昆虫，其实可以让小朋友从小在幼儿园的时候就能够去接触，培养有关于自然科学的一个兴趣。那这一次我们幼儿园还包括园长老师带着小朋友，能够请台大实验林近距离带他们来去观察独角仙，也讲解独角仙的一些生命周期生态以及他们的活动习惯，那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生态课程。那也希望小朋友透过这样子的课程，他能够启发出更多的兴趣。议长何正峰也期许透过课程，让每位孩子都能够认识大自然生态的奥妙，并培养爱护小动物的爱心，使他们都能够正向成长。记者卢宇凯，竹山采访报道。